友、小朋友，大家早上好！今天是三丽猫会客室的第九集咯。小朋友，你们吃过早餐了吗？来，我们看看今天有哪一个小朋友一起在这里听三丽妈讲绘本哦。OK， 看一下。有哪一个小朋友已经进来了，准备好了？如果你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给莎莉妈一个爱心，让莎莉妈知道你们已经准备好了。Hello， 我看到了是，嗨，柯静跟柯晴，你们早上好。Hello， 还有这一位是谁呢？我看一看。OK。这个是宇航、思田，早上好。等等哦，我们再等等其他的小朋友一起进来，然后我们才开始讲绘本。爸爸妈妈们，如果你们小朋友也在看这个三丽妈会客室的话，你们可以把小朋友的名字写在下面哦。Hello， 早上好。可能我没有办法马上看得到你们的 comment， 但是我会尽量的OK， 尽量的看回去因为网线的问题，我没有办法每一个 comment 都看得到。 OK， 好咯，如果大家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第一本绘本。准备好的小朋友可以给我一个爱心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早上的绘本咯。OK，好，来，今天第一本绘本是抱抱抱抱。 OK， 我们来开始第一本绘本喽。这个作者是杰茨阿波罗，翻译是上一篇吉布。抱抱。哦，这是谁跟谁一起抱抱呢？小朋友。妈妈跟弟弟。妈妈跟星星宝宝。妈妈跟宝宝。什么妈妈和什么宝宝？这是什么动物呢？大猩猩。大猩猩。黑猩猩。黑猩猩。哦，这是黑猩猩。大猩猩。这是黑猩猩什么？妈妈。黑猩猩妈妈跟。黑色。还有呢？黑猩猩宝宝。黑猩猩宝宝。哦。他喜欢抱抱妈妈。哦，他喜欢抱抱妈妈。来，看得到吗？帮我看一下。 OK， 好。小黑猩猩自己一个人出门了，今天他自己一个人出去，他在哪里呢？这里是哪里呢？小朋友，草原，草原，森林，森林，树林，树林，哦，星星妈妈和宝宝，谢谢。他在树林里，森林里。OK， 接下去，小黑星星，他走啊走啊走，他看见了大象的宝宝，大象。大象妈妈和大象宝宝正在抱抱。抱抱。黑猩猩讲，抱抱。小黑猩猩说：“哦。”小黑猩猩指着大象妈妈和大象宝宝说：“抱抱，抱抱。”下去。哦，接着他走啊走啊走，他看见了变色龙。变色龙也在抱抱，有小孩子。哦，变色龙妈妈和变色龙宝宝正在抱抱。小黑猩猩也看到了蟒蛇，蟒蛇妈妈和蟒蛇宝宝也在抱抱。哦，这个时候，小朋友有发现到小黑猩猩怎么了吗？伤心，伤心。哦。爸爸，你们看得到这个小黑猩猩吗？看得到。看得到小黑猩猩吗？看
妹妹说小黑猩猩开始伤心了。为什么小黑猩猩会伤心呢？因为他喜欢抱抱。哦，妹妹说小黑猩猩想要抱抱。哎，哦，这个时候的黑猩猩开始越来越伤心了。很伤心，因为他一个人在森林里，对，他自己一个人跑了出来。哦，他跟大象妈妈说，他想要抱抱，对不对？对，看到吗？小黑猩猩告诉大象妈妈说，他也想抱抱。大象妈妈说：“没问题，来，我带你去找妈妈。”就这样，小黑猩猩爬上了大象妈妈的背，让大象妈妈带他去找小黑猩猩的妈妈。嗯，走啊走啊走，在森林里，他们又看到了，这是谁呢？小朋友，狮子，狮子妈妈和狮子宝宝，狮子妈妈和宝宝们正在抱抱。狮子妈妈和狮子宝宝们正在抱在一起。这个时候，小黑猩猩又说了什么呢？抱抱。小黑猩猩伤心地说：“抱抱。”接下去，他们看到了谁呢？这是什么动物？哦，这是长颈鹿。小黑猩猩在哪里呢？在大象的鼻子上。小黑猩猩在大象的身上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大象妈妈骑着这个小黑猩猩，小黑猩猩这时候怎么了？很伤心。你看到它怎么了吗？很伤心，没有很开心。哦，没有很开心。它现在是怎样了？很伤心，很伤心。有看到他嘴巴大大的吗？他在怎么了？他要哭了。哦，妹妹说小黑猩猩哭了。他已经哭了啦。哦，他已经哭了。小黑猩猩看到长颈鹿抱抱，接着小黑猩猩又看见了谁在抱抱呢？河马。哦，这个时候是河马，河马妈妈和河马宝宝一起抱抱。哦，这个时候小黑猩猩伤心极了。哦，这个时候的小黑猩猩怎么了？大喊抱抱。他大喊抱抱，好伤心，好伤心，好伤心啊！这时候所有的动物都围过来看着小黑猩猩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时候的小黑猩猩怎么了？哭了。哦，这个时候小黑猩猩哭了，小黑猩猩伤心的哭了起来。每一个森林里的朋友都过来安慰着这个小黑猩猩，对不对？青蛙也是有来。嗯，青蛙啦。变色龙。这个时候谁来了？妈妈来了。猩猩妈妈来了。猩猩妈妈说了什么？猩猩妈妈大喊。宝宝，大黑猩猩在哭哭的时候，所有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围着小黑猩猩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妈妈出来了。妈妈说：“宝宝。”小黑猩猩看到妈妈的时候说了什么呢？妈妈。妈妈，这个时候妈妈的手怎样？爸爸。妈妈的手是张开的。表示妈妈怎样？要抱抱。妈妈也要抱抱这个小黑猩猩，小黑猩猩的手也是打开的。就这样，小黑猩猩紧紧地抱着黑猩猩妈妈。大家都说抱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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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爸。这个时候小黑猩猩抱了，见到了猩猩妈妈，他也没有忘记刚才带着他一起去找妈妈的大象妈妈。大象妈妈。
他也给大象妈妈一个紧紧的拥抱。我在他鼻子，看到吗？对，小黑猩猩抱着了大象妈妈的鼻子。这个时候，大家的脸上都是什么样？笑笑的，开心的脸。啊，小黑猩猩开心吗？开心，对不对？小黑猩猩太开心了，他大喊抱抱。这个时候，大家都抱在一起。但是有一些人不一样抱抱。哦，最后大象妈妈牵着，小黑猩猩妈妈牵着小黑猩猩，小猩猩妈妈说了什么呢？宝宝。猩猩妈妈说：“宝宝。”小黑猩猩说什么呢？妈妈。然后他们呢，就回家去了。玩。这些都是刚才的动物。Okay, 这是刚才的动物。其实它看起来，这一本绘本是这样子的。它看起来，其实它整个 ，OK， 是看得到的。是看得到东西的。是 ，OK， 小朋友，你们记得吗？在这本绘本里面，他们只说了三个词，记得吗？妈妈宝宝。有什么呢？妈妈小朋友。宝宝。妈妈。还有呢？宝宝。还有一个呢？抱抱。其实这一本绘本它只用了这三个字，就能够很好的体现了整个故事。OK。它非常的贴近孩子的生活经验 ，OK， 它也能够满足呢孩子被爱、被拥抱的一种心理上的需求，所以它这本绘本呢很适合零岁开始的小朋友，尤其是我的妹妹，她是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，她就很喜欢拿着这一本绘本，即使她。很多的话都不会说的时候，但是他已经会说抱抱了。他一拿到这一本书本，他按绘本的时候，他就会说抱抱。或者是他没有拿到这一本绘本，他会说抱抱的时候，就是代表他想要看这一本绘本。OK， 还有这一本绘本里面呢，介绍了几种动物。OK， 他让小朋友在观察着不一样的动物，然后。在观察动物的同时，它也能够让小朋友体会这个小黑猩猩的一种情绪，OK， 这个就是这一本绘本。好，接下来 OK， 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一个小朋友进来咯。我们看一看哦。乐乐 ，Hello， 乐乐，安安，早安。OK， 好，接下去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第二本绘本。OK， 第二本绘本呢，它是一个成长的绘本。哦，我带米莉去旅行。这是袋鼠妈妈，作者是袋鼠妈妈。小朋友，你们看到这个是什么图案吗？它是什么图案呢？尾吗？大肠吗？大肠。大肠在哪里呢？在这边。小肠。还有小肠，有大肠，还有胃。哦，原来它是一个我们的身体，对不对？屁股。OK。我们接下去，我的身体里有一条神奇的旅行路线，可以让任何进到我嘴里的食物来一场神奇之旅，哪怕是一颗小小的米粒。你想知道他们去过什么地方吗？就让我带你去看看吧。来，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呢？这些是什么东西呢？是食物吗？米粒菜。哦，看看他的表情，很像掉下去这样子。
三边形。还有这个呢？这个是谁？蚂蚁。来，青蚂蚁。我带米粒去旅行。有看到下面的稻草吗？有。稻草上面有茧呢。稻草下面有哦，那个米的没看到吗，小朋友？那米有脸呢。OK， 稻米上，哦，这个是稻米，稻米有脸，小小的脸。OK， 来，我们开始喽。哎，调整一下时间地位置，有一颗种子。被埋在土里，他的眼前漆黑一片，好黑呀、啊！正想出去看看，这里是哪里呢，小朋友？泥土，泥土里面。泥土里面吗？怎么说是泥土里面呢？因为整片黑黑。整片黑。蚯蚓。哦，蚯蚓。有萝卜。哦，这是萝卜，种在泥土里的萝卜，还有这个喜欢藏在泥土里。暗暗的蚯蚓，蛇来的。好温暖的太阳，好新鲜的空气。他每天使劲的顶啊顶，终于有一天，他的眼前一亮，顶出了地面，长成一棵小稻苗。来，你看到吗？它已经长出来了，对。种子要发芽，必须要有小朋友阳光、空气和水。和水。OK。它有一个人要吃。小稻苗一天天的长大，到了秋天，它长成一颗成熟的水稻。好重，我已经快要站不住了，头都抬不起来了。看到吗，小朋友？看到他要吃饭。哈哈，好多人啊！我肯定最先被挑走。会种在花盆里吗？嘘，别说话，有人来了。被埋回去以后会怎么样呢？不知道。稻壳被收割下来。去掉壳皮就成了小米粒，它们被送进超市，等着人们来购买。于是，我把它们买回家，把超市里的小米粒买回家，当然是要吃掉了。瞧，这些小米粒觉得很热，很热。热得浑身都胀起来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我把它们放进锅子里煮成了米饭，我的身体变大了，什么都看不清楚，别压我，我喘不过气了，好热啊，热死了。米一受热，身体就会膨胀，所以煮米煮饭的时候放一杯生米就能煮出两碗米饭哦。这里是哪里呢，小朋友？电饭锅。哦，这是电饭锅，对吗？妈妈煮饭的电饭锅。这里都是饭，米粒煮熟变成了饭。哇，好香啊，好香的味道哦。好想吃鲜吧。这里是哪里？煮熟的米饭真是香喷喷啊。妈，我不要吃，我救救我，别吃我。你们要去哪里？被吃了，快，我想办法逃走吧。然后我张大嘴巴，一口把它们吃了进去。这些米粒被吃进哪里了呢？肚子嘴巴。哦，被送进嘴巴里了。小米粒觉得自己忽上忽下
忽左忽右，四周也是忽明忽暗，这是被我的舌头和牙齿搞得头晕转向了。哪里是牙齿呢？哦，上面这些是牙齿，好大的牙齿哦，这些也是牙齿。还有一颗断掉了。还有呢？舌头呢？哦，这是我们嘴巴里的舌头。舌头里到处都是水，好晕啊！舌头过来了。舌头是身体最灵活的部分，负责搅拌和安放好食物。唾液能润滑口腔和溶解食物。快躲开牙齿！哦，还有一粒在这里。哦，我的都不见了，它在牙齿上面。哦，原来它的头在这里，它被咬断了。所以小朋友，这个时候这个米粒是在哪里呢？在嘴巴。哦，它在食物，现在在口腔里，在嘴巴里。这个是我们的，这是我们人哦。所以现在这个食物就在这个口腔里。口腔里。OK， 接下去，忽然小米粒觉得身体开始向下滑，越滑越快。原来他离开了口腔，正在经过咽喉和食道，准备到胃里去。食道前方是跟它平行的气管，气管的入口有声带，就像一扇小门。吃东西时可别说话，否则食物误闯小门就呛到气管里哦。咽喉在哪里呢？哦，这个是咽喉，这里是咽喉。这个是食道，食物从这里经过，然后进入胃。胃在哪里呢？哦，这是胃。有一个青色的菜，让我有惧高症。啊，要下去了！我有惧高症啊。OK， 咽喉和食道的作用是帮助运送食物，所以食物从我们嘴巴嘴。口进去了之后，它会经过口腔，然后进入这个食道，然后最后来到这个接下来就来到这个胃。所以食物在哪里呢？现在食物在哪里了？食物在这里。OK， 这个一个弯弯的，这个是胃啊。OK， 接下去，终于。小米粒落在一个柔软的地方，这里就是胃。胃里有很多刚刚掉下来的食物，不过大家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为什么不是原来的样子呢？小朋友，已经咬过了。哦，因为被我们的牙齿咬过了，哦，被咀嚼过了。可是小米粒没有。哦，我们看看胃里面有什么东西哦。胃里面有。我是香喷喷的鸡蛋，我是鸡肉块，我是营养的蘑菇，我是白馒头，我是嫩嫩的豆腐，我是小米粒。哦，原来小米粒在这里。这是哪？我是菠菜。食物最好在嘴里多咀嚼一段时间，咀得碎一点，这样可以减轻胃的工作量。经过咀嚼后的食物大多已经破碎，被送到胃里进行初步的消化。所以食物现在在哪里呢？食物现在在胃里，在这里。胃里。 OK， 接下去我们看看食物要去哪里了呢？蠕动蠕动。哦，现在进到胃里的小米粒周围都是酸酸的胃液，它的大部分同伴也都经过胃的蠕动搅拌和胃液的侵蚀，变得黏糊糊的，小米粒也不例外。但它很幸运，身体还保持完整。哦，我才是肌肉块。小米粒，你真是幸福，还能保持原来的样子。嗯，是啊。嘿，
你这块鸡腿吗？才不是，我是蘑菇。你是馒头大哥吗？不是，我是豆腐。哦，所以在这个胃里面的时候，大家都不是原本的样子了。胃不能吸收食物中任何的营养成分，胃的作用是将食物处理成稀软的状态。经过胃液的洗礼，食物早就已经看不出原貌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食物是在这里，是在胃里。OK， 这是我的胃，有时它可以变得很小很小，有时也可以变得很大很大。不过它太小和太大的时候，都会让我感觉不舒服。来，我们看看胃可以变成多大或多小。好饿啊，这是饿了的胃。胃排空时比一个拳头还小，所以如果你的拳头这么大，你肚子饿的时候呢，你的胃会比你的拳头还小。这是刚刚好，吃得刚刚好的胃。 OK， 吃得不多不少，刚刚好，这样的胃才健康。哦，这难受死了，撑死了，这是吃撑了的胃，就是吃了太多的胃。 OK， 胃最大可以撑得比原先体积的20倍还大哦，所以就是20个拳头一样大。所以你看，我们饿的时候，这个胃呢，它比我们一个拳头还小。但是如果我们吃的太多太撑的话，它可以变成20个拳头。想象一下，是不是很恐怖呢？恐怖。吃饭不挑食，吃到8分饱。如果喜欢的食物就吃得很多，把胃撑得很大；不喜欢的食物就吃得很少，让胃空空的。总是这样，胃就会生病哦。瞧，就像下面这样，我生病了，感觉好疼。这是什么胃？生病的胃。生病的胃。来。食物从胃里出来，就会来到一条弯弯曲曲又细又长的小路，这里就是小肠。小肠有什么用途？告诉你，就是要把食物的营养吸收掉。 OK， 从胃下来，哦，这里就是小肠，这些是小肠。小肠里有很多绒毛，长得很像细手指，能够把营养抓走啊，这些。 OK， 小肠里面有什么呢？有酶，这就是酶。哦，酶他们带走。哦，然后小肠里面它有矿物质，有水，有脂肪，糖也要被留下，有纤维。哦，有蛋白质，人人都爱我，还有水分。我身上的营养都留下来了，我，哦，最后怎么办？我已经没有营养了。小肠长达6公尺，是人体最长的消化器官。OK， 小肠很细，它的直径就是它的宽，大概只有2.5公分。食物在小肠内需要6个小时哦。哦 ，OK， 所以你们要帮助小肠好好的工作的话，那你们要在吃食物的时候要咀嚼多一点，咀嚼久一点，让食物变得更碎一点，那小肠工作起来就比较轻松。OK， 食物来到小肠之后呢，他们要去哪里呢？大肠。大肠。哦，小肠经过小肠过后，它就来到了大肠。这里就是大肠了。 OK， 大肠内有很多细菌，有的有益，有的有害，还有不好不坏的。哦，我们看一看食物变成了什么。真无聊，要去哪里？身体越来越干燥了，我已经快要变成没用的粪便了。臭死了，臭死了，恶心死了。别挤我，
这可是公共场合。我变成粪便了，粪便正在向肛门移动。OK， 大肠的作用主要是吸收水分，然后就会把食物残渣变成大便。OK， 所以你看到吗？最靠近肛门的，它都是便便的，食物都变成了便便。OK。大肠的主要功用是吸收食物中的水分，同时也能吸收少量小肠中未被吸收的营养成分。所以现在小朋友，食物到哪里了呢？食物就在这里。OK， 这个是大肠。好，接下去。咦，此时的小米粒泡在粪便里，身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他感觉有东西在使劲地压着他，他被推挤着来到肛门。小米粒在哪里呢？在那边。哦，在这里。肠那边。哦，我们看一看哦。这些是什么呢？细菌。哦，这些都是细菌。不可以弄。紫色的都是细菌。来，我们看看，细菌怎么说？细菌说：“我喜欢嗅这个臭臭的味道。”这是细菌的乐园，不要走嘛！哦，这些便便怎么说？便便说：“我讨厌在这里，味道越来越难闻了，赶快离开这里吧。”小米粒说：“别挤了，快要被压死了。”最后一个，好想快点出去。小朋友要多喝水，养成定时排便的好习惯。当你想大便的时候就一定要去哦，不然时间长了就会造成便秘。所以食物变成了粪便在这里，看到吗？看到。 OK， 扑通啊，小米粒大叫，突然听见扑通一声，小米粒眼前一亮，原来他已经离开人体了，掉进马桶里了。哦，小米粒在这里，他跟便便一起出来了，细菌也跟着出来。哦，这里宽敞多了。来，小朋友，你们吃饱早餐了吗？因为我们要认识一下你们的便便哦。来，看好好哦，我们要认识各种各样的粪便。OK， 这个是正常的黄色香蕉粪便，是最健康的粪便。OK， 这个是黑色粪便，不好哦。这是稀稀的粪便，是拉肚子的。OK， 这是红色的，也不好。恶臭的粪便，不正常。啊，谁的粪便是这样的？一粒一粒的粪便，这是怎样的粪便呢？啊，太干燥了，没有喝多多水的粪便。还有最后一个呢？哦，这是发白的粪便，也不好哦。OK， 来，我们再看一下，我让小米粒在我的身体里进行了这么长的一段旅程，到底用了多久的时间呢？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吗 ？OK， 当食物进入口腔，穿过食道，从这里开始，它会进入胃里消化，停一次。哦，这是胃，然后进入小肠，前进一格，这是小肠。在小肠的时候呢，它会被吸收营养，然后休息一下，通过这些弯道再休息一下，最后呢，吸收水分。从小肠又进入大肠，加速前进哦。OK， 如果水分太少，粪便就会变得干燥。哦，经过大肠之后呢，恭喜你，你将成为合格的粪便。OK， 顺利到达终点，肛门哦出来了。OK， 所以我们吃的食物是从
嘴巴进入这个口腔进入这个胃，食道，食道过后就进入这个胃，胃了就到小肠，小肠了过后就到大肠，大肠了就到肛门 ，OK。人一生中平均每人至少要吃20公吨的食物。哗啦啦啦！哦，对了，这个时候小米粒还躺在马桶里呢，他正在高兴着，忽然间耳边传来了哗啦啦的水声，接着眼前又是一片黑。他被冲进森林的下水道了，救命啊！哦，小米粒本来是在马桶里。他被哗啦啦的水声一冲，他冲去哪里了呢？下水道。真超醒来的，这是谁？小老鼠。在下水道的小老鼠。哦，这里是哪里了呢？难道这是人的消化系统吗？小朋友。不是。不是哦，这是哪里呢？下水道。这是下水道。OK， 每一个屋子下面都有一个下水道，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污水排去这个雨水处理厂。OK， 你已经不是粪便了，不要忘记你的身份。我们还有什么用途呢？哦，城市污雨水经过处理后，可以转换成各种各样的有用的东西。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被变成肥料，帮助农作物成长。哦，最后他们来到了这个雨水处理厂。咦，经过雨水处理后，小米粒真的变成了肥料，被农林伯伯埋进土壤中，变成了转了一大圈，又要被埋进土里了。看吧，我们是农作物的好朋友。我们还有用吗？他们都需要我们哦。用我们的粪便做成的绿色环保肥料，可以补充植物生长所需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。第二年春天，一颗新的小稻苗发芽了。小稻苗在哪里呢？这里。OK， 小米粒的身体消失了。它变成小稻苗所需要的养分。到了春天，小稻苗也长成了一棵高大的水稻，上面有很多很多新的小米粒。小米粒在哪里呢？这里。黄黄的。哦，这些黄色的都是小米粒。这时，一只小鸟飞过来，把一颗米粒吃进肚子里。这次这颗米粒又将开始什么样的神奇旅程呢？看到吗，小朋友？小米粒在这只小鸟的嘴巴里。 OK， 玩。 OK。 好哦，来。OK， 我们先讲一下哦。OK， 这一本绘本呢，我带米粒去旅行呢，它是一个很好玩的一本绘本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会让我们来探索呢一个我们自己身体的一个小奥秘。来，除了这一本呢，它还有其他的系列哦，比如说我的牙齿在摇晃。OK， 妈妈，我从哪里来？我的头脑最强大。 OK， 这一个都是一个系列的。 OK， 今天好，来。 OK， 我看看一下有哪一个小朋友哦，因为我在念绘本的时候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跟你们说早安。嗨，艾伦 ，Hello。来 ，Jerry，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绘本哦。今天的第一本绘本是《抱抱》。大便。OK， 好，今天的第一本绘本是《抱抱》，它适合0岁以上的小朋友。OK，
然后第二本绘本呢是我带米粒去旅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哦。如果你们有什么 comment 的话可以留言给珊莉妈，然后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绘本的话，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一个爱心。 Hello、Jasper 和 Justin， Hi， 谢谢你们哦。 OK， 好的，今天我们的绘本珊莉妈会客室就讲到这里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